主的国度交在你的手中，哦，主你自己亲自来做工，恩待和眷顾身家在我们的中间，也祝福我们中国。主啊，我们也为我们中国认罪，因为我们中国主啊真的是说大大的得罪了你，求你饶恕与赦免。主啊，你有赦罪之权。主，我们要为中国祈祷认罪，你就让我们主啊中国有平安，远离战争。因为主你愿意人回转，你的心意主啊本是善的。主，你来了是让人得生命，是让国家也得平安得祝福。主啊，你并不是主啊降灾的神，主啊你是来保护我们，扫平魔鬼撒旦的座位，是让魔鬼撒旦主啊显露出来。主，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以你拯救的主会拯救全人类，你更也会拯救我们中国，让我们中国主啊有你的同在，因为你爱我们的中国。主啊，在几百年前我就看到韩国人写的书早已写了，主啊说上帝爱我们中国，以至于我们看到韩国非常多的宣教士为我们中国栽培了无数的你的工人，主孩子也在其中一个。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纪念所有韩国的牧者，主啊按照圣经真理的，主啊为我们中国摆上的栽培了神的工人的，主啊你就来纪念，使我们中国跟韩国也有友好的关系。主啊，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无论是俄罗斯，无论是美国、日本，主啊都求你来赐下合一的灵，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你的圣所，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你忠心良善做你百般恩赐好管家的仆人彰显在各地各国里面。主啊，他们都在为主啊哦你的国度来祷告。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主啊哦中国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按照圣经真理的，无论是三日教会、家庭教会，都是耶稣的教会，要合而为一，主啊取长补短，不可以让基督徒特别是那些牧者们不能够说长说短，只要说造就人的话，只要说和睦的话，各有恩赐各有不同，主啊真的是取长补短，不看短处只看优点。亲爱的阿爸父，我们优点都学不过来呢，哪有机会来攻击别人。主啊，我们求你赐给你自己的儿女们有智慧，主啊一切负面的都是撒旦给我们的，因为你告诉我说撒旦本来就是搞破坏的，他是偷着进来的。主啊，很多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假基督徒假牧者，太多太多了，主啊都是自义的，主啊他们把圣经的真理就把自己的意思放进来，以至于有很多的异端起来。亲爱的阿爸父，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真理启示的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有分辨的灵。阿爸父，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谢谢你让我们平台上的你的儿女们都能有个主啊清醒的灵性。主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主啊真的是灵性活泼，生命主啊成熟，主啊生活满得你的供应，是我们主啊家庭主啊子孙儿女事业在新的一年呢都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成就在各家里面。主啊，让他们还没有来的快快的让他来听你仆人的话语。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向你感谢，我们把这个二月份一开始就交在你的手中，为这个平台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赐下主啊平安给我们，派天师天君围绕我们这个平台，祝福我们这个平台上的每一个人。主啊，我们也把主啊二月份主啊整个平台的学习老师都交在你的手中，更为三月份老师要我们几分钟的分享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能够从心里有个很好的预备，越提早预备越主啊能够成熟，主你来做工。主啊，让我们预备过程中间扩大，然后讲的时候会缩短，主啊讲出主啊中心点，讲出当讲的话。主啊，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主你训练我们栽培我们，是让我们成为你的出口。亲爱的阿爸父，今天能够按照圣经真理的你这样的一个工人太缺乏了。主啊，我们向你感谢有这么好的你的牧者来为我们这一群人，主啊像
主啊，孩子一样抱在自己的怀里，真的是一口一口的喂养着我们。主啊，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恩典。主，你祝福我们这个平台，祝福我们这个平台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北海的还是不在北海的，主啊，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在这里掌完权，举手为，愿你来祝福，把二月份的事工全然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把弟兄姊妹的生命，再次说生活，主啊，他们的身体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疫情，主啊，消失了，我们就要，主啊，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把我们这三年来所受装备的活出生命的见证来，来容神一人。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实在向你感谢，愿你来纪念你自己仆人的摆上，愿你也祝福老师，祝福你的儿女们，平台上的每一个儿女们。阿爸父，我们向你感谢，向你赞美。主啊，把二月份弟兄姊妹的家庭事业生活婚姻儿女子孙，再次说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荣光充满在他们的里面，愿他们在你里面的平安得祝福，满有你的恩典，满有你的属灵的成长，主啊，属灵的光景，家庭给我们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哦，主，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愿你在我们的中间得你应得的荣耀，我们的平安得祝福。主啊，我们今年一年就是想讨你的喜欢，主啊，你的灵启示着我们，让我们在世界上，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主啊，能够被众人认出来，我们里面，主啊，有你碗的柔美，主啊，让人看到基督徒脸色是喜乐的脸色，祝福的脸色，满有你的恩惠的脸色，来彰显于你自己，让我们能够可以容神一人，见证于你。愿你在我们中间得你应得的荣耀，我们的平安得祝福。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向你这样感谢和赞美，交托祈求，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们来背使徒圣经啊，可以打开你们的麦克风来背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受圣灵感应，有童贞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下在阴间，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从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灵使徒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好，我们老师来了没有？还没有。啊？老师还没来。我怎么看见好像会来了呢？所以我都赶紧结束。没有。啊，那，我看到那个，现在我们可以把那个麦克风关掉了，感谢主吧。那个这样，那个三月份啊。三月份我把那个名字报报好吗？三月份老师要我们讲的可能是15号下午5:30开始，这是时间是大概的啊，也许还会有改变，但是要求我们去讲，这是确定的啊，这是确定的。我们来看啊，第一个是许昌梅，第二个郭娇，第三个杨弟兄，第四个温馨，第五个星宇，第六个翅膀，第七个赵姊妹，第八个刘冲，第九个启程，第十个百家。这次张毅要不要讲？赵哲的那个李弟兄啊，那个李淼，就是赵玉莲、赵玉生。
赵玉生啊，他有两个名字，因为有一个是姓是跟妈妈的姓啊，我们原来都叫他是叫小李的。那小李现在上来了没有？我看看。还没有。哦，那你们一会儿我会那个写好了发在群里，你们就按上回不是创世纪讲完了吗，就接着安排吧，好吗？或者你们自己选好了，然后把哪一段哪一段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看哪个早哪个晚，然后去安排。如果你选晚了就会选重了，你知道吗？上回就有好几个人重了，那重了呢是后面告诉我们的那个人就要改，前面呢就不用改啊，因为谁早就先让着谁。就是说上回讲过的东西我们不讲，然后紧接着往下走。听明白了吗？昌美，你知道我在讲，你能够知道吗？知道。对，就是上回讲到哪里了，然后呢你注意一下，把我们找找好吗？然后讲到哪里紧接着往下走就可以了。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七日内嘛，对，多少页到大概也是说多少页到多少页嘛，是不是？哪里到哪里内容？从创世纪一章吧，我是第一个嘛，伊甸园嘛，是不是？然后一直讲到最后一个人，然后呢，从那个地方呢就接下来。这个那个昌美，你看整理一下好不好？因为我可能会要回家，就没时间顾上了。这一次，行，老师是那个意思是以创世纪为，对，那个雅各是最后啊，或者是雅各第一个，或者是昌美你跟雅各，反正你要是开始就是那个雅各是最后一个亚洲。行，到时候看那个内容再说也行。对对对，因为我可能不会参加，因为我在那个家乡，肯定是在家乡三月份，所以呢没办法预备，也没办法找。然后把这个事呢昌美你来负责一下，然后把照片如果你们愿意换，你们就提早给我好不好？然后呢哪一段也提早给我，我安排好了给雅各就可以了，然后呢昌美负责那一天就 OK 了。昌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跟分大概把它分一下，大概我们几五分钟内大概讲什么，哪一页开始，大概分了一下。哎呀，好，内容太多了，然后我从对要你要重新整理一下，或者是你发给我也可以啊。好。因为我要那个看啊，观察，然后我要看一下可以不可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不用太规范，让大家都祷告，在不离开创世纪，看谁有感动讲哪一个。这也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告诉我们，不然的话会重了，你知道吗？上回就有好几个人重了。好，是不是？我就不喜欢有重了的，然后也不离开创世纪，就也就 OK 了。最好是按迅速，因为下次老师要再来呢，如果你东跳西跳我觉得不好，跳到最后就很烂哦。因为说这里有人讲了，那里又有人讲了，你下一次就没法接了。要不这样，我们就以人物为主，列十几个人的名字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亚伯拉罕的仆人，还有都是利百加，把这些人的名字列出来，要不这样也行，就讲每个人呗。这也可以的。再说吧。这也可以。你要是列内容太多，就是以人物，到时候再说也行，先祷告吧。是，看大家祷告啊，就是说，基本上，这十二个人都会那个，预备以。十二个人物有吗？有啊，肯定有啊，有。那要么你把十二个人整出来也可以看看。哦，行。啊，看看十二个人整了，按迅速走。对呀。按迅速走嘛，亚伯拉罕开始的。
对呀、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对。是亚伯拉罕先撒来，这不又是他俩，就是他俩一对一对的这样开始，是，也这别也可以，是这我吧？觉得是一个好方法。对，啊，就就让是他们关于不会讲的人讲好啊，叫那个让名字好讲的人让他讲，让他们先挑。你们认为部分的对。难讲的就留着，不会觉得不会讲的先挑，好不好？你把人让那个排出来。如果行，你第一个那个参门，你就只能讲亚伯拉罕了。行，到时候对再呀、说，啊，这底下就让人家安排喽。他们要讲谁是谁，就你把名字一样放在里面，谁选快就让谁先挑，剩下就不挑的就压给他了，这就很公平，是不我是？觉得创世纪也离不开这几个人，这样内容就缩小，对对范围缩对，小，内容对，好这也找。行，这也行，这个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还有为啥你在吗？为啥？喂，在啊，这样，那个老师，你催老师一下。OK，好的。啊，催老师，我刚好正好在讲话了，把那些事情刚好安排一下。哦，你看，昌美，亚伯拉罕是不是以撒？啊，亚伯拉罕还有那个撒来，啥来？还有亚伯拉罕的那个老仆人嘛，老也仆算一人，个。对，就一个个都就的那个。放上去，让他们就看着那个讲对，吧。你看以撒和利百加，接下嗯，来就是其实有好多，到时候有就好多选人十物二个了，就欧了。选12个主要的，对对对，重就要是的，选，对对对，选12个重要的就 OK 了，是不是？这对样的的，话，他们那个也可以整理了。这样就有方向了。他们对就对是虽对然对内对。容多，但是，是就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是，然后讲的人就把那个灵异跟预表都把它讲出来，然后生命的见证跟自己的运用，对。跟自己的运用是很那个很重要的，啊，是。就归纳法嘛，啊，就是讲到他的地点啊。你看亚伯拉罕，你就可以从那个十二章开始啊，对，是不是？上帝呼召开始讲，他是这样的浓缩顺卷服起来，啊，你就从十二章开始这个来讲就可以了啊。第二个是郭娇杨弟兄，我们就按照这个名字，如果你真的不会讲的，然后再快的调整，是不是？要调也是快前面调，因为你每天提早的那个提早去预备了。提早去找材料了，是不是？在那个图案里找啊，图表里找，图表里什么都有。对，图表里讲，那个找了，讲人物真的这更好啊。你看是，看看那个图表一打出来就能知道嘛。然后是这样，你按圣经也是一样，亚伯拉罕，然后撒来，啊，从撒来上学什么功课？有哪些警戒的？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然后它的背景和历史，整个故事的结语，然后跟自己的应用，啊，就 OK 了，是不是？郭娇，你这样听明白吗？郭娇，是跟能上回次应讲吗？的，啊？是跟上次讲的环节是一样的吧？对呀，环节是一样，所以说这是以人物来讲。确定的内容是自己选啊，还是说我们按次序来走我刚啊？才不是说了半天了吗？就是说那个上回不是讲完了吗？是不是？讲了本是。来上可以接着，接着的话呢，刚才那个昌美就有个建议嘛，这次呢专门讲人物。从圣经里讲人物，那讲人物呢？从只有那个，那你也可以用挪亚开始，也可以讲啊，是不是？你也可以那个，从那个，该隐跟那个亚伯两个人对比讲也可以啊。
这人物的范围是，你只有五分钟啊，你只能讲一个一个人、那个。我知道是人是得讲一个，我说这要是你感动选就是哪个讲这个人的故事。我知道，是说讲一个圣经人物，那这个人物就是不限于新约和旧约，是不？不，没有新约在里面，只有你旧在约，创世纪里选，就在创世纪里面按顺序找人数。这么说清楚了。比如说，该隐跟亚伯，你就讲该隐跟亚伯对比，然后两个。这个先别讨论，因为我到时候把人名列出来，大家从里边选，这样范对，围就小了。你就选。如果想说确定你怎么在这去？个创世纪里哪个人物你特别会讲，你现在就提出来，我就把这个人物留给你。如果你不没有特别的，那我们就去安排，然后你再去预备。那个，过奖，听明白吗？听我明看白。新语也上来了，是不是？我们写的是按顺序没？还现在没？还有那个，我选老仆人是啊，温馨啊，温馨选那个老仆人可以啊，是不是？就把那对，个，温馨选老仆人啊，那选老仆人就从那段故事里讲，然后呢，苍白就是你按照哪个人物先后次序，然后安排人数。明到白时吗？候，好，你看，今到天时候把它现找在出是来。那个，因为昌美跟那个雅各，你们两个就是只有头和尾，因为一个开始，一个压轴，明白吗？明白。对，然后那个到时候我跟雅各商量一下，如果你开始雅各压轴，然后那个雅各开始，你最后。中间就那个，你们就可以没有关系，按照顺序，你们选谁愿意先选好，然后按照名字来讲。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那个心雨，你有那个选好的人吗？才刚刚上来，我孩子刚刚睡着，没听到，啊，不知道选什么，是啥呀？就是选人物讲。什么时候讲啊？3月15号下午5点到6点，5点到6点，一个人也就是五分钟。那我先看一下啊，我先对，看一下，就再是看我说，选啥。比如说那个亚伯、该隐都可以，亚伯跟该隐你就要连着讲了，是不是？他们两个是对照的。还有一个多月嘞，还有一个月。对。不是这个东西，你要慢慢整理，慢慢的思考，你才能够成熟。然后呢，想的很多，最后呢，压缩，把重点讲出来，精华的讲出来，知道吗？然后在五分钟内把它讲完。是讲创世纪的吗？还是就是说，新？在创世纪里面找人物，讲人的故事，明白好吧？的。讲什么好呢？的。讲他从哪里的，比如说。时间、地点、出生是吧？背景，然后呢，有哪些优点呢？有哪些缺点？然后最后是运用在我的身上。事实启示好的，运用。那我选一下，我选对一对下。对，你选一下吧今天那个刘冲好像没上来百家没还没上来，紫霞都没时间讲了，我这次也没写他名字。紫霞没来，那个杨弟兄呢？杨弟兄还没上来杨子兄还没来。啊？杨弟兄怎么还没来呢？那个张美呼他一下，因为确定了，然好。后让他们去整理时间就多一点，然后呢，天天默想，哎，慢慢的就怎么样有灵感了，就会讲得很精华，是不是？人物是吧？地点、时间、理由是吧？他的优点、他的缺点，然后运用，最后归纳到运用，在五分钟之内讲完。但是哪个部分还不能缺？听明白了吗？你们？
好的，就是在创世纪里面选一个人物，然后五分钟。对。好的。然后内容我说了，他有哪的，他出生在哪里，在哪一节章，你是不是？他的背景是怎样？然后他的优点跟他的缺点，最后运用。就是你看到了，这个人是怎样怎样，是不是？我们从比如说，我刚才打了个举例了嘛，就是说，比如说那个盖因跟亚伯啊，是在创世纪那个第四章啊，他是亚当与夏娃里面的，是吧？后来就是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得来的孩子啊，然后他的名字为什么取？然后父母的心意是什么？但是他给父母带来了又是什么？然后今天啊，然后他的预表是什么？然后给我带来的是哪些警戒和学习？这点无论如何要讲上去，因为故事背景基本上都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有运用的恩赐，运用也是运用在我们自己很实际的一些东西。然后我有哪些很跟他相似的缺乏的，而哪些是优点的，感谢神，就是一个运用，这块是非常重要的。好，我看见老师上来了，老师你上来了啊。上来了，不好意思啊，哎呀。没事，我叫卫生呢去找你，然后我呢把这个三月份要讲的东西呢跟大家说一下。好的好的，非常好非常好。嗯。这样老师三月份我不上去，因为我在妈妈家不方便，然后我把它安排好，然后都教他们怎么做。然后这一次呢就是以人物来代表，找十二个人物，找十二个人啊。没有错没有错，很好。这样的话有个次序嘛，有个归纳法。很好，非常好，非常好。感谢主吧啊，感谢主吧啊。我刚才说了，比如说讲该隐跟亚伯两个人就要一起讲，两个要对比。嗯。啊，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然后最重要的是重在我们的应用，我再强调说是应用这一块。这个是很，因为这个是创世纪，特别是需要这样。嗯。他不是只是故事讲一讲，不是重点。但这故事里面要看到他的功课。属灵的功课，这个才是重点，非常。对，我刚才说了属灵的方面，然后呢预表着什么，人物预表着什么，然后这属灵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我们的现实跟它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拿来讲，是是非常好，就这个意思，是不是老师？没有错没有错。 好老师，那我就会把它那天呢那个会把它安排好给弟兄姊妹，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那个考察那个图表啊，就是从那个图表里找那些人物的那些那个例证，然后他们就会有很多的时间去默想啊，这个默想是很重要的。好嘞，老师把时间交给你。是一个人。老师，我把时间交给你啊。老师好像掉线了。没事，他掉线了，一会儿就上来。他可能那个手机还没发正常。郭颖也上来了，今天。郭颖都上来了，郭颖也可以讲哦，昌美，要不要郭颖讲啊？郭颖，听得到老师的声音了哈？啊，听到了，我刚才在找那个郭颖呢，我一看郭颖也上来了，郭颖，你好，金牧师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听到你声音，我很开心，很喜乐，啊，特别的感恩。我说啊，有五分钟的那个见证，也就是呢用圣经人物来讲圣经，然后见证那个运用自己的生命，愿意讲吗？
你下来跟你妈妈沟通，先祷告好不好？不用马上回答我，只是我跟你说一下。哦，好，我问一下我妈妈。哎，好嘞，谢谢，好，谢谢你啊，希望你能够那个加入到里面操练，这个操练是非常重要的啊，操练是非常重要啊。好嘞，谢谢金牧师，好，感谢神。好，感谢在上帝啊，好嘞。操练要尽量操练，哎，对，嗯嗯，因为我想是这样，我要让他们运用，我相信上帝要使用这些孩子们。没错，没错。哎呀，昨天老师也是，昨天是不是元宵节啊？还是怎么样？对对对，老师对的。嗯嗯，那个难怪他们请我去吃饭。哎呀，我说，哎呦，这好玩啊！就昨天有很多的年轻人。等一下啊。老师，你那个声音有个开，两个同时开的，关掉。好了，因为那个好了。对，你关掉一个就好了。对对对，没问题了。好，那麻烦一下把那个档案打开来啊，因为我这边一直进不去，不知道为什么。哎，还是有问题啊。哎，还是有问题啊。哎，这个怎么回事？然后再来一次吧。喂喂，能听到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哈，那个有回音，有回音。现在你说说话，看看有没有回音。老师没有声音。你们，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对，怎么？老师现在能听得到，刚才没有。听到了哈。哎呀，你看这么一折腾的时间差了那么久，不好意思，你们那边都晚了，我这边才起床。哎呀，真是，昨天弄得很晚啊。好，感谢赞美主。来，弟兄姊妹啊，我们进入到这个。创世纪，其实每一次哦，讲创世纪的时候，都总是觉得哦，这个神的话特别丰富，特别多啊，而且啊，它的应用性特别强。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创世纪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创世纪的这个它的那个学习啊，特别容易啊，让我们看到很多圣经里面的话语啊。那我们之前的话已经讲过这个从哇已经讲好多的好多的内容了啊，我现在想到我就不知道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办法记得哈，那个来我看一看，我现在只剩下手机可以上，我现在才知道这个问题。蛮麻烦的啊。来，在这个创世纪的26章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以撒以撒呢跟这个亚伯拉罕很接近的、同样的这个都经过了这个饥荒的过程，好像每一代他在一生中
总是会碰到一些困境啊，总是会碰到一些难处。但在这个难处来的时候的反应如何？我发现他们父子啊，显然是父子，他这个反应都会遗传，这个是很有趣的。嗯，这个事情啊，从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头一次的反应是直接下到埃及，到埃及王那里啊。这个说实在，他的第一桶金拿的并不是太漂亮啊。那么后来呢，又到了加尔的这个亚比米勒王那边，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啊。那这一次呢，到了以撒的时代啊。也碰到饥荒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创世纪二十五章的时候，把亚伯拉罕啊最末了的啊，他活到175岁死的事情啊已经讲。那按照时间顺序的话，二十六章啊，应该是指这个亚伯拉罕啊，应该是指亚伯拉罕已经过世了。但是他这个一开头的时候啊，是说 There was a famine in the land, beside the first famine that was in the days of Abraham. 他这个意思啊，讲的是说，现在呢又碰到一次新的饥荒，不是这个以前那个亚伯拉罕时代那个日子的那个饥荒，而是另外一个额外的饥荒，额外的饥荒。那所以碰到了没办法，只好这个认命了、哪边有吃的去哪里。我觉得哈，这个在某些事情上面看起来哈，我们这个人生啊被逼迫啊，到哪里去，或者工作没了啊的这个必须要迁移到哪一个位置上啊，这个情况是很像的啊。那我昨天最开心的事情，我跟弟兄姊妹讲，我从来不知道这个拉斯维加斯还有那么多圣徒哈，我昨天好开心，很开心，因为啊，我知道这边有基督徒是没有错，但是我还没有看到那么真正的很属灵的，真正的是这个从世界里面哈能够被分别为圣的这一类型的。并不多，我、这个不是说以前的那样，这实在是也没有看到啊，没办法。那对这个地方啊，我主日啊，我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宁可自己讲课，我也不要去随便出去。这个很多地方感觉并不是那么平安。就昨天呢，灵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然后我就在那个网路上呢 check。search 一下 The Church in Las Vegas 能够持守这个同样的观念的应该还不错吧。但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个教会，那我就回来就开车去找他啊，我直接去找，我从来没去过。那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啊，就觉得说应该在哪个附近吧，哎，其实怎么样看都看不到，看不到那个，就里面就觉得哎呀，他就是可能呢，真的是找错地方了吧。后来发现，他那个地址啊，是一个普通的房子，只是比较大一点哦，普通房子。那我看到有蛮多的车停在那边的话，我就想可能是吧，我就试试看车进去了。哎呀，一进去我真是太喜乐了，哇，这个。所有不同的语言的弟兄姊妹居然都在，你们知道昨天有多少种语言啊？起码六七种啊，中文的、英文的、西班牙语的，这个Tagalog 就是菲律宾语的，再加上一个什么伊索比亚语的都在里面。哎呀，我好开心哦！我这个昨天特别特别喜乐，我好像把他的那个诗歌本我都买了一本回来，我给你们看一看啊，特别特别好啊。来，有没有看过这种诗歌？来看。你说我们没看见，连你人都没看见。哦，看不到我。
对，来，看得到吗？没有，这个看得到吗？我们没看到你图案，平时都有看到，今天没看到。这样子啊？嗯。这明明金牧师，我这里看得到呀。嗯，看得到吗？老师发的那个图表我没看到，我这里看得到。哦，不是哦，我是说，好、哦、，OK OK， 看不到你那就认了啊，没办法了啊。那好，下次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出不来，我明明就是在照啊。5 1 7 2 7 2 1 3，再来一次呗。你们知道吗？这个好有意思啊！哎呀，我昨天听的时候，我才知道神把我安排到这个地方是何等重大的意义哦！我以前都没有想到，哎呀，在这个地方还值得留念呢、啊。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来讲，好像这个有一点像饥荒了啊，到这边来了工作了，结果没有想到神的工作却是出人意外的这个特殊。昨天听他们哈、哦，这个哎呦，因为我中文、西班牙语我都会讲嘛，他们三组都想要拉我去，因为他们说，哎呀，这个你唱歌好好听啊，可不可以到我们这一组来？我说、哎、我唱歌跟这个到那一组没有什么关系啊，那我觉得好可爱。然后后来呢？我就先到那个中文的跟他们打招呼，哎呀，他们很可爱。到中文区的时候，他们刚开始啊，一起唱诗歌、波饼聚会，那是全部的语言都在一起的。哎呀，我看，哇、哦，这教会在拉斯维加斯居然这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来到这边，哎呦，这个不容易，是不容易。第二个。最重要的是，我跟他们交通的时候啊，我听到的他们的生命的故事，我真是很感动。你知道吗？有一位老先生啊，大概接近80岁了，接近80岁，他站起来都哭了。哎呀，我听他讲哦，他都是用英文讲的，他是广东人啊，不会讲普通话的，只广东话还有英文而已。他英文讲得很好，他站起来就说啊、他这个。这一生中啊、哦，那个56年前啊，不，现在加起来应该就是60多年前，他已经信主了。信了主以后，后来迷失了，到世界上面哦，是，你知道多长时间？56年的时间，56哎，哎呀天哪，都比我们还那个，结果，然后来神怜悯他，然后回到教会生活，然后。哎呀，他就觉得这一生啊，真的好像被主得着以后的那个生命的改变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哦，讲的那个真的是很令人动容。他怎么样的哈、啊、去服侍那个外国的弟兄，那个外国弟兄啊，听他讲了以后，他自己分享，他的分享让我很感动。他是一个卡车司机还是一个巴士的司机啊？哦，他起来他说。这个他已经有40年，然后没有过教会生活，都是堕落在世界里面。但是啊，借着那个 Church in Las Vegas 哈，然后这样在教会里面的爱呀、啊，如何如何，然后带领他，然后爱他。哎呀，星期天呢、啊，他住得很远，然后那个老先生都已经快80岁了，还特别去开车去载他。在他的时候要特别跟他讲，不是我在载你，是教会哦，这个神啊来这个教会特别哈、哦、来爱你，然后来服侍你。然后那个昨天那个菲律宾的姊妹啊，哦站起来哦，那个他们的声音是各种语言的声音都有。然后我坐在我旁边的既然讲了一这个祷告的时候讲了一个话，我完全没听过，我就很好奇啊，我说。你们这个刚才这讲的是什么语言啊？他就跟我讲，他们是伊索比亚的语言。哎呀，我的天哪，闪族语，阿拉伯以外的第二大的语言。哎呦，真的是，我听了我是非常感动。然后，那他们这个不仅有这个就是线下的啊、哦，这个线下的大概50几个。
那么线上的还有好多好多个地方哈、哦，这个通通都加入。哎呀，然后这个主日完毕以后啊，我很高兴啊，因为其中我还居然有几位，我好像以前在二十几年前我就认识了，啊，他们好看到我，他们很开心，看到我很开心，哎呀，他们就祷告说，哎呀，我们这个教会啊，终于又有一个什么是生力军道的，我们教会来了，怎么样？我说非常好，非常好，我看到这个。哎呀，我现在才知道在拉斯维加斯这边居然有这样的一般人，他虽然环境啊是在这个好像世界里面，他们也很清楚知道这个拉斯维加斯给人家什么感觉，他们很清楚的，但是我现在才知道，如果这边在这样的地方没有这样的一个教会，这些人可能就没有地方这样去了啊。我这个终于了解啊，神带我们到这个地方哈、哦，有他特别的使命，不仅仅是在工作上面有一个使命，是在工作以外哦，那也看到神在这边呢、啊，还有很多他要解救的人呢、啊，这个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啊，这个也从来不知道说神呢、啊、有，从来不知道、啊。这个时候过来，好来，哎呀，从来不知道啊，神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啊，然后是这样的来带领我们，啊，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好，我们就继续了啊。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碰到饥荒。他的生命上或者工作或者家庭有一点变动了。同样的好像每一代都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一样的。都是会碰到这种奇怪的事情啊、都在他们生命里面啊通通碰过。所以啊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碰到这些高低起伏都很正常，都是很正常的。不是说，哎呀，好像神不爱我了，居然叫我那个 lay off 了，被裁员了。你们知道哈，去年十一月啊，在全世界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就是啊，这个人类的历史上，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事情啊，早就已经有了，几十年前就有了，但是啊，从来没有过一次。人工智能能够发展到这个真正的让一般人呢、啊、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的好处，从来没有。所以自从那个ChatGPT 啊、哦，那个这个被发展出来以后，哇，一下子之间呢，美国好多大公司全都裁员了。为什么？他们现在的话，一个人可以当十几个人用啊，他不需要有那么多工人了、啊。啊，那其他人呢？那就很惨了啊！那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全世界。你现在看到了，全球大概80%的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个这样的那个高科技的产生 ，AI 的产生已经变化的极大了。那其中啊，老师讲一个见证，你们就知道了。我前几天上个礼拜的时候哈、啊。有几位姊妹啊，弟兄姊妹啊，帮老师去找什么呢？找专业的播音员，专业的哦，在北京啊，以前是学那个广播电视台的，广播电台的工作播音啊、那跟老师年纪一样大的，声音听起来像十几岁的，很好听啊。那我就跟他们讲啊，欢迎他们来一起配搭哦，然后做神的工作。哎呀，那我就给他一些东西，让他去尝试一下。我没有想到，我本来意思哈，尝试一下就是，应该不会花太久时间了。照理说，这个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就可以做很多才对。结果、啊、这个姊妹后来跟我讲，她居然花了半夜。哎呦，我一听这不行啊，他要上班了、啊，那他要照顾家、啊，那这样的话就
这个服事就变成一个工作了，但实际上他做出来的成效哈、哦，也就不太多。哎呀，那我就很担心了。他就逼着我，就只好去学习怎么样用 AI 来去处理。结果没想到老师只用一天的时间，那 AI 讲的比他讲的还要更顺。这个人工智能讲的比他讲的还要更顺，那根本就。人工智能的东西我根本不要训练，这个文字打进去他就念出来了。哎呀，你说这样的情况，本来他是可以当成一个工作一样的来申请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人工智能做的比他更好，那不是就相对的他就没工作吗？一样的情况发生在任何事上，你们听得懂吗？以前呢、啊，要修图，要干什么美编，要做音乐，要做视频，现在通通都不需要人呢、欸，直接用人工智能，全部都搞定了。那这些人呢，那自然而然很多的工作都通通都怎么样，都马上就掉下去了，就根本就没有工作机会了。我看到这个情形啊，我的心里面特别有感触。我特别有感触，我是知道说，如果人不好好的去这个，去重新的思考哦，他一定会碰到他人生中的饥荒的，你懂吗？他人生中的饥荒一碰到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有些人呐、啊，反应就是卖身呐、啊，卖尊严呐、啊，卖掉这个自己的这个什么最重要的东西。通卖了，我记得，我跟师母以前来到美国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连嫁妆的什么有的没的，什么黄，以前那个什么项链什么都拿去卖掉了，真的是这样子，哎呀，感慨很多，所以这次我觉得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特别把老师放到这个位置？有很多的原因啊，现在老师都一一发现了。原来他是要在这个去年11月以后，然后让老师很快速的啊、哦，我们不是12月就到马尼拉去吗？到这个碧瑶那边啊、哦，有 G12 的会议啊。这一次3月份我们的这新的会议来了以后，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大的一个反转的。一定会有一个大的反转的，所以你们这次在3月份的集体的分享神的话语啊，会成为一个很美的一个故事，很美的一个故事，也是我们人生中啊能够被留下来啊的一段啊佳话。那这一次的话哈、啊，你们要了解啊，这次是老师是正式的在电视台上把我们的核心的一些东西全都录下来。好了，录下来，而且、啊、他会随着我们呢、啊、那个5D 的这个媒体 ，5D 的意思啊，就是啊，我们不是只有在电视台，我们在报章、杂志啊，就是周报啊，那个还有日报、周报、时报，跟这个podcast， 就是这个广播，而且这个广播是全世界收听的哦，只要是有网络、哦、点击下去就可以出来了。再来的话就是电视台这个电视台涵盖的面积还280几万人。然后还有在这个 social networking 的电视台、哦、网络的 YouTube 什么什么全都出现了。所以这次的 G12 的影响力、哦、将会大大的再往前去。以前你们已经看到去年我们从去年的2月、3月份开始以后，去年一整年4次下来。哇，那个到了最后的时候，在菲律宾的时候，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这次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都啊，这个拉斯维加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怎么样来翻转这个时代啊？我们来看看，我们一起来共创历史啊，然后一起来打这个美好的仗啊。我是已经呢跃跃欲试啊，我很清楚知道神要做大事啊。那这一次、啊、又在这边我碰到这么多不同的语言的弟兄姊妹，哎呀，我真的感受
特别强烈。哦，神告诉以撒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就是往住在这里啊。那你寄居在这边，我必与你同在。重点是我必与你同在，我必赐福给你啊！我要把这地和你的后裔啊，也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那这个事情哈、啊，因为啊，我们已经清楚知道这个。以撒的故事啊，以撒生儿子的时候啊，是亚伯拉罕还没有死之前啊。那这个亚伯拉罕的一生是175岁，他这个生以撒的时候是100岁，那就是说以撒呢生儿子的时候啊是60岁啊，那也就是还这个儿孙呐 啊都在的时候啊，有15年的这个重叠期。啊、那么25章有把这个以撒生腹中两个胎儿的这个故事啊讲明。那么到了26章啊，他们就迁移了。在迁移的时候是没有特意的写孩子，除了耶和华神来纪念，耶和华神来纪念。但是很明显啊，这个以撒住在基拉尔这个事。那么那地的人如果问到他妻子还是说妹子，那如果有小孩子抱着，那不就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以撒是大户，这个有钱人家有人去管孩子的啊。那这个亚比米勒看，哎，这个玩耍啊，这个以撒跟他的妻子玩耍，那就是说他明明就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是妹子嘛？那这个事情就是啊，你在一个困境当中，你人的这个天然的这个想法就是要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昨天我跟这边的孩子们呢、啊、哎呀，昨天晚上啊，他们我跟5位、啊、都是那个福音朋友啊，讲话这个有一位啊，我叫张弟兄啊，是希望他赶快信主，现在他赶快信主。然后呢，认识了有一段时间呢，我就发现啊，他跟这些儿子跟儿子的朋友们啊在一起啊，那儿子都是我的小辈，比我老二都还小，啊，这个我跟他们几个、啊、是那个聊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啊，他们都是在喝酒啊。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喝茶啊，他们知道我的身份也不敢跟我要求啊。不过看他们那个喝酒的样子啊，我就觉得，哎呦，世人喝酒大概就是比这个更严重啊。他们这个在我面前还比较保守一点哈、啊，讲话怎么样都还稍微小声一点。菜煮了一堆，就都在喝酒，我就说奇怪了，菜就放在桌上，为什么不吃啊？都在喝酒。然后哎呀，你一口我一口的，你一句我一句的，哇，这个甚为喜，这个怎么讲啊？我就觉得这个、那个、有什么好的，我就看不太懂。那后来跟他们交通的过程啊，哎呀，我就听出来了，在世人的这个里头啊，他看不到太多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想到我们在他们生命中的地位是这么高，我竟然不知道，是他们喝酒，酒后吐真言，才听出来。他说：“哎呀，这是我兄弟呀、啊，这是我怎么样啊？你们要听他、啊、怎么样？”他居然叫他的孩子们都要听我，那个哦，我说，我跟他认识，说实在没有多久啊。对我来讲呢，我们这个跟教会弟兄姊妹认识的时间长多了。那个深多了，但是对这个外邦人来讲啊，说实在，他们一生中能够得到像我们这样的人，第一，我们既没有骗他，也不害他，还能够帮助他，这样的根本就，他们是说有质有量有多文呐、啊，那个我们大概每一个都有，我们很正直，也不会害他啊。这个各方面通都是我们德性各方面通通比他们现在认识的强多了，我们经过的路各方面的看见都是好
所以他会觉得哇，我们是他们 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宝贝，你知道吧？好像他跟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啊，对他来讲的加分很大。其实我并没有跟他有多深的关系啊，那个交情没那么深，但是我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希望跟我们有很深的交情。我就跟他们直说了，哎呀，说实在哈，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么快就很生命里面啊，就可以很深的交流？你看到今天我就跟他解释啊，像昨天我才去教会，我马上跟那个教会的那个弟兄姊妹的灵里面的感觉是非常快速的就建立起来。我们虽然也见面了很多次，也蛮好多年了嘛，哈，彼此都认识啊。但是那个你知道吗，差别就在于啊，我跟教会的关系是跟主有关，我跟主的关系是多年的啊，那我跟主关系很好，那主跟他们的关系很好，我自然跟他们关系很好了。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因为主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连结了，对不对？但是跟他们没有这一层啊，所以人与人之间啊，这个只要是跟外邦人在一起啊，你那个这个人与人啊，那个叫人心都隔肚皮的，你都不知道他下一句是干什么。我前阵子碰到有一个，哎呀，我这个印象很深啊，他不是基督徒，哎，他刚开始看的时候人好像还不错，哦，也是一个感觉起来还是蛮不错的人，哎呦。你知道吗？到了这个最后啊，啊，真的是，我们才知道，人家心里面想的根本不是那回事，他们根本跟我们的这个里面呢、啊，完全是两回事，里面很黑暗的，根本不知道，只要跟利益冲突有关呢、啊，哇，真的就翻脸了、啊，真的是，还好我们也不靠他们，也不想要跟他们有份。全部的我通通不要啊，我全走了，就好像这个跟那个索多玛和摩拉那索多玛王一样，你的一根针一根线我都不要啊，就这样子，我们干干净净的撇了走了，我们也不要，也不是说认栽，我在那边跟你拿一分钱，我要赔上我自己更多的人生，我干嘛？我根本就觉得这种赔本的买卖我通通不要，就很奇妙了啊，神。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让我们来拣选，你知道吗？我们的事情啊，为什么会顺畅？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一直凭靠了主属哈，一直凭靠了主，一直在主里面，然后按照神的原则做事情，你就发现，哎，我们做起来很顺。像我昨天呢，跟一个温哥华的一个弟兄啊，夏弟兄，就是都弟兄姊妹跟我介绍的，我记得我好像去年前年的时候就跟他在台北见过面，这么一聊，哎呀，他就非常喜乐啊，洋溢了，然后就说好好好，我这个事情我会去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你说啊，在主里面真是不一样。那个后来那个Wilson 啊，昨天打电话给老师，哎呀，他跟我讲啊，很苦啊，很多的难处。我老师也知道，我想哈，其他弟兄姊妹也一定是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啊，我就一直有一个感受啊，我们基督徒也是面临到很多苦难的，对不对？你基督徒也是面临到很多的事情啊，就是搅扰着我们是有的，但是我们不慌，我们知道哈，只要一直连结在这个永恒的真理啊，基督身上啊，那个神的道上，那个。再大的风浪啊，我们那个船里面、啊、有主啊，有主在我心里，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哎，我这个从小就是喜欢唱这首诗歌，我就知道主跟我在一起，我还怕什么呢？啊，这个实在是不是这个好像自我安慰的事哦，是真实的一个故事。最近啊，我在整理一些东西，想说啊，我们要陈明什么样的信息给这个社会？哎，我就看到一本书啊，那你们现在也看不到啊，叫做《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24堂课》。哎，其实啊，那个里面呢，我一看就知道了，很多都跟圣经里面讲的是原则是一致的了。对我们来讲，根本也没学的东西是早就有的啊。那个我觉得，哎，
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个人呢、啊？因为读了那样子的一个这个就是心的力量，心里面的力量哈、哦，那是最大的力量，等等等等啊、哦，好像感觉起来，哎，这样的一个书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基督就在我里面，对不对？你岂不知道神的灵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神的殿呢、啊？这本身就是我们早就在主里面早就有了，他们是引用我们的，然后就讲成他们的东西，然后变成世界上最重要的书。他这，但我不会说是全部的否认他们有一些他们的优点呐、啊。他是说啊，就许多的人呐、啊，因着读的这样的书啊，就变成超级富豪啊，如何如何，哎，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其实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啊，每天这样的过日子啊，你知道有多大的帮助啊？不是帮助你们而已啊，帮助老师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今天那个你们前面都有在交通嘛，那老师多讲一点啊。那个不好意思啊，把你们时间这个老师往后延了啊。但是。我就发现这个神呢，在这些话语上面啊，人生里面啊，很多重要的这种格言啊，各方面，其实它的背后的深层的位置，根本就是我们现在每天过日子所读的话。每天过日子的时候，我们都经历了。像我之前跟你们讲，老师是凭着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突破？就是在读创世纪啊，就是。读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他是怎么样能够得到通达路，我就跟他学就好了，我那个态度精神各方面跟他一致，一直与神同行，一直把这个归荣耀给神，一直哈连接在神身上，他自然为我开路，不是他自己找的嘛，是神为他安排的嘛。同样的，你自己的工作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得通达的道路吗？你就学习圣经里面话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成为大富户，哎，没什么，哎，他这个很自然的，为什么？他们通通都是连接在基督身上，连接在主身上，他永远都是向着主活，那自然说神不跑这个保护他吗？他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有羊群牛群许多的仆婢，甚至于世人都是嫉妒他，有没有？是这样子啊，为什么呢？因为以耶和华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赐福给你，我要将这地和你一切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要坚定我和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地都要赐给你的后裔，而且地上的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原因是什么？你父亲啊亚伯拉罕听从我，他遵守我的吩咐，我的命令律例解法度，所以我赐福给你。但是呢，你的后裔也要因为亚伯拉罕和以撒包括你遵守我的吩咐，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我要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听得懂吗？赐福给雅各和雅各的后裔，也是因为我们这一代跟我们的父代通通一样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弟兄姊妹啊，求主能够保守我们，求主啊能够让我们啊走这条生命的路。当这个亚伯拉罕的时代啊，腓力士人啊就已经啊非常嫉妒亚伯拉罕了啊，他父亲的仆人挖的井都被填满的土，然后亚比米勒啊看到这个以撒这么多丰富。你比我们强盛的多，你不要住我们这里了，赶他走了。以前啊，很开心，很开朗，大方的很。哎，我这边地多的是啊，你随便用啊。现在对不起了，你越来越强盛了，我们吓死了，那赶快滚吧，不要留在这里。他无论到哪里就把这个他的那个亚比米勒的仆人呐、这个基拉尔的牧人就跟他相争。他到了这个基拉尔谷，又挖了水井，然后这个重新挖出来了，然后得到活水井，那么这些牧人又相争，就是这个叫这个井叫埃瑟，
就是什么相争的意思，这水是我的，这是水是我的。好，那仆人呢，以撒的仆人又去挖的另外一个井，又相争，所以啊叫做西提拿，就是啊不仅相争还为敌啊，所以啊又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就不争了，所以叫做利和伯，宽阔之地。弟兄姊妹，我就发现啊，我们跟世人啊是容易碰到一些利害啊这个相交的事。我就碰到这个事情，明明是我们是该得着什么好处的哈，那就碰到这些人哦讲的话各方面哈啊坏的不得了，我就发现我何必跟他们这些人一般见识呢？这个神的仆人啊，我们啊是为神做事的，神比他们世人大多了，所以啊，我既然他们不会的，我会，我做成了，他们来跟我抢，我就走吧，这叫哀色。那我后来又到另外一方啊，我又做成了，他又跟我抢，这叫西提拿，懂吗？哀色就是相争啊，西提拿就是为敌，我就说好，那我好，那你们去，我跟你们毫无关系，你的一根针一根线我都不要，总该行吧？我就找到了什么地方，找到了利和伯，宽阔之地，懂吗？弟兄姊妹，你总是要找到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宽阔之地，因为我们在这样的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好吧？所以啊，我发现了，圣经里面虽然写的只不过是他们的故事啊，我发现都在我们生命上。生活中实在是点点滴滴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后来呢，从那个宽阔之地的利和伯上到别示巴去了。夜间啊，耶和华又向他显现。你看啊，以撒啊，这个耶和华向他显现了，这个光是这一章就两个了。他说啊，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啊，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有没有看到？神总是在不断的时间里面哦，跟我们坚定他的盟约啊。他这个一路的带我们，只要到了适当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们再强调、再强化他的应许。我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哦，那以撒呢，就在那边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啊，并且呢，支搭帐篷。而他的仆人呢，就在那边又挖了一口井，啊，在哪里啊？挖井啊？这个时候是在别示巴这个位置。这个你仇敌啊，那个跟你相争、跟你为敌的人呐，他一直在观察你，你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很少哈花时间去在人家的事上，人家做什么关我什么事啊？我根本就不花时间在他们身上，我就是一直拼命的往神那边做。但是我后来发现啊。很多人在观察我们，很多人在那边偷偷的调查我们的这个讯息，我们都不知道。原来啊，亚米比尼厄啊，亚户萨啊，军长菲戈啊，全都来从这个基拉尔来见他了，就把他们的话讲出来了。那以撒说，你们不是恨我吗？你们不是相争与我为敌的吗？干嘛呢？都把我打发了，干嘛还要跑到我这里来啊？他们说话了，他们说：“哎呀，以撒好友啊，我们呐、明明看见呐、实在耶和华与你同在，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便说啊，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行不行啊？你这个以后啊，使你不要害我，也不要害我们，就如同我们没有害过你啊，我们一味的款待你啊，厚待你啊，而且打发你平平安安走啦。”我们没有杀你啊，我们没有抢夺你啊，对不对啊？这个话说起来有点怪，但是好像又是这么一回事啊。从不同人的角度看事情，的确是这样啊。哎呀，你呀是耶和华蒙福的啦，蒙他的赐福的。哎呀，我呢，看你这个实在是耶和华不仅赐福给你，耶和华与你同行，所以你这个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昌盛。不论呢、我们把你赶到哪里，你都照样昌盛。哪有那么容易挖一口井就有活水泉的、没有的。
很多人呢可能挖了十口井啊找不到一口，那你呢每挖一口就有一口。我觉得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回来到美国工作啊，就有这种感觉，每挖一口就有一口，就是这样子感觉。哦，我都不知道世人做事那么复杂，我们做事怎么那么好顺畅啊，真是很奇妙的事。哦，原来是神与我们同在，神赐福给我们，连世人都看得到，这就要见证了。我们见证不是高举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是，乃是高举啊背后赐福我们的神，与我们同行的神。阿们。好，哎呀，好吧，那这样啊，你们是讲好的嘛？那来摆设宴席，吃了喝了，打发他们走了，彼此起誓。他们彼此起誓，那些人呢、啊，平平安安走了。结果呢，同一天。起誓完了，神就让他们又挖到一口好井了，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啊！他的仆人在那边挖了一口井，有没有拿到水啊？还不知道啊！哎呀，这个前面哈、在26章的25节说，他们仆人正在那边正在挖井啊，正在挖井哦 ，dug a well， 并没有说get water 哦，没有说得到水哦。就在他们走掉以后 ，It happened the same day， 同一天，这些人一走，那 Isaac the servant 就 came， 然后呢就说啊 ，told him concerning the well which they had dug， and said to him， we have found water。哈，真的是太奇妙了，什么意思啊？这个以撒不是从利和伯那边宽阔之地啊，来到了这个别示巴。啊，别示巴这边啊，他们也需要用水啊，就仆人就开始挖井了，啊，挖到一半来这边，这个亚比米勒啊，这个他们啊，亚户撒跟这个菲戈啊，就来到以撒这边跟他啊这个设立盟约，设立盟约的时候井还没有水的，等到设立盟约设好了，打发他们走了，哎，得到水了，所以。就叫那个井不叫做利和伯宽阔之地，乃叫做示巴。示巴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啊，盟誓之井，盟约之井。所以那个城叫做 Beersheba， 意思就是盟约之井的城呐、啊，就是别示巴。好，这个以扫啊，那个以撒所生，以撒是60岁生孩子。以扫40岁，以撒已经100岁了耶，就这么25章26章，他约100岁了耶。那么以撒100岁的时候啊，这以扫来了，这以扫啊40岁就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赫人以伦的女儿巴士摩为妻，你就知道了这个孩子啊为什么不讨神喜悦的原因呢，对不对？哎呀，可能这些外邦人的外邦人的妻啊长得美啊，很受吸引啊，这个就不管一切了，他们拜什么神都不管，也就是说啊，以扫连那个长子的名分都可以轻率不要，他要的是什么属地单独的享乐，他根本不要神的这任何的一份。所以啊，这个在娶妻的事上啊，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以撒跟利百加心里愁烦呐、啊。They 这个女的是复数的，就是这个尤迪跟这个巴士摩啊，都是这个以撒和这个利百加，哎呀，心里愁烦。这个跟我啊，我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了。好，到了27章的时候啊，这个大概是100岁了，多一点了。年老啦，以撒不是年老吗？眼睛昏花不能看见，这个100岁他就已经这样了。本来啊，看一看哦，27章他就应该走掉了啊，结果没想到还活到180岁，居然活到180岁啊！哎呀，这个真的是以撒，这是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神给他的那个恩典啊是格外的多，但是呢问题是他虽然180岁是被算为数的岁月，但是却没有什么东西可讲，
你看以撒的这个人生的记述就是在这几章里面讲讲的。第一个，他是顺从父的旨意，顺从至死啊，他是神耶和华神预备的，所以挺替他的生命啊，他是这个一切我所有无非是接受的，对不对？他结婚也是在田中观望啊，神就给他了。那么他爱他的妻，他也没有这个娶不同的妻子。这个圣经里面你看，亚伯拉罕娶了这个算是夏甲，算是妾吧。然后那个基土拉也算是这个妻子死掉以后又再婚的，对不对？那以撒你就看不到，除了利百加他爱以外的没有任何其他的。那么你自己看雅各呢，雅各又是一堆了。当然雅各的那一堆那是没办法被逼迫的，也是一堆嘛，对不对？好，哎呀，叫他的大儿子以扫来，我儿啊，以扫啊，以扫说，我在这啊。这个时候啊，以扫都已经有孩子啊，有妻子啊，那估计也孩子也有了啊。他就说，我今天老了啊，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死了。I don't know the day of my death， 我是搞不清楚啊。来，现在你拿着你的器械，就是你的前囊和弓，往田野里面为我打猎吧。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在我未死之前，给你一点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的话，利百加听见了。哎呀，以扫要往田野去打猎，得着野味回来。这个利百加偷偷跟他儿子啊，哥哥讲，哎，雅各，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啊，你去把这个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我儿啊，你现在要听我的话啊，就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你到那个羊群里面去，对不对？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啊，肥的山羊羔啊，我呢来帮你啊，照着你父亲所爱的给他们做成美味啊，你就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未死之前呢给你祝福啊。那雅各的这个反应呢是，哎呦，妈，我哥哥以扫他是浑身有毛的耶，我身上是光滑的，我们两个不同啊。如果我爸爸摸我，必以为我是欺哄人的，我还不仅不得祝福，还招致咒诅呢。哎，那妈就跟他讲啊，我儿啊，你招的咒诅全归到我身上，你放心，你只管听我的话，把那个羊羔给我拿来。他就去啊，拿给妈妈。他妈妈就按照他父亲所爱的啊，做成美味，对不对？那个利百加又把家里面所存的大儿子以扫啊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你看看啊，这妈这个是实在有够偏心的，两个都是他的孩子啊，他这样做。但是，即便他这样做，他也是因为他有意向，耶和华神在他怀孕的时候就告诉他的嘛。所以他也相信嘛，他信靠这个耶和华的话，然后一直到现在嘛，对不对？所以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成就神的事啊，就这样。你凡是用这样子，你可以做到，神也允许你，只是你要吃更多的苦头。你如果相信神会亲自为你完成了，你就交给他。当然，这个话哈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啊，也是要与主配合的。怎么配合方法呢？老师已经跟你讲过了，要学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圣灵是怎么做的啊？用圣灵的这个做事的方式啊，去配合他，你才能够得到好的运气，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了宽广的之路啊，通达的道啊。那这个利百加啊，把那个上好衣服给的儿子啊雅各穿了。又用山羊羔这个皮呀 包在他的手上，还有这个颈项的光滑处啊，通通都给他，就把所做的美味饼都交给他的儿子雅各。那雅各的手中拿到了啊，到了他父亲那边说，我父亲
这个一嫂回答了，我在叫我儿，你是哪位呀、啊？这个显然他吃的太好了，太撑了，这个眼睛瞎了。我现在哈、哦、最近啊脚一直有这个溃烂，啊一直痛。哎，后来我就想，哎呦，去查了一下电脑才知道，哦，原来糖尿病还脚会有那种糖尿病会有那个脚会有裂痕还是怎么样，就是一直没办法好。哎呀，我后来也看到糖尿病的后面也有一个这个眼睛可能会瞎的。哎呦，我姑啊，这个雅各吃太好了，所以他是糖尿病造成的。真的是这样，哎呀，大哥，我啊，你是谁啊？那个雅各对啊，父亲说，我是你长子以扫啊，我已经照着你吩咐我的行了，来，请起来坐着吃我的宴会，好给我祝福呗。这个以撒对他儿子说，哎呀，我儿，你怎么可以找得那么快呢？哎呀，他说话了，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到好机会啊，一出去就再逮到了啊、哦，那。这一扫就对雅各说，我儿，你进前来，我来摸摸你、啊、我知道你真是我儿子一扫，不是，显然他也有一点怀疑嘛，对不对？显然那以撒他如果是不怀疑啊、哦、好好，他就不会做这个事了。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知道有点怪，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常常有一种不是很精确的感觉的时候，哎，到底是这样子做合适吗？还是那样做更合适？他不太清楚的时候，你知道吗？啊，他就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啊，去怎么样，去测试一下，有没有？你也是一样。但是他真正的测试方法是用这样吗？他应该问神，他应该问神，他没有问呢、啊，他就用自己的方式啊，去测试一下我这条路对不对？你是不是真的是什么什么吗？啊、哦？雅各挨近他父亲以撒的摸着他，声音呢明明是雅各的声音啊，这个手哎的确又是以撒的手啊，以扫的手啊，嗯，这以撒就分不出来了，辨不出他来了，因为他的手上有毛，也像他哥哥以撒的手一样，哎，那就给他祝福吧。哎呀，他再问一次，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啊 ，I am 。好，以撒说，来，你递给我，我好吃我的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呗。那么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着酒喝呀喝，他也喝了。这个显然呢，雅各这一生呢、啊，吃喝太多了，才会发生这种事啊。他父亲以撒就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啊。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身上的衣服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给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国的民侍奉你，愿多国、啊、来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愿你的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而且很特别，他是个 let your mother's sons 加的复数啊。这个照理说母亲就生他和他的哥哥啊，但是啊这边却讲的是 your mother's sons， 就是你母亲的后裔们通通享下来的意思。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凡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啊。祝福完毕。哎，好像祝福的不错啊，啊，这个点点滴滴都照顾到了，对不对？啊，这个是在耶和华前面为他祝福的，对不对？哦、啊，那这个搞定了，哎，雅各刚从他父亲那边出来，他哥哥以扫啊打猎回来，哎呀，去煮煮东西啊，煮煮美味，拿来给他的父亲，说父亲，你起来啊，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吧。哎呀，他的父亲以撒说，那你是谁啊？他说，我是你长子以扫啊。以撒就大大的战惊啊，那你没有来之前那是谁？是谁得了野味给拿给我喝吃呢？我已经吃了，也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哎，很好玩，很好玩。
哎，你知道这个老师啊，年轻的时候啊，大概接近20-30年前啊，跟这个教会的长老啊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我说这个教会里面的那个 church key 啊，就是第二代，哎呀，实在是好像那个属灵的光景啊，真是很浅薄的感觉啊，就是蛮属实的啊，这个什么都要啊。那我随便呢、啊，不经口的讲一句，我们是在什么时候讲啊？讲的你都笑死。我们是在上厕所的时候互相聊天。哎，这个长老跟我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哎呀，你讲的没错啊，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很特别啊。”我说：“什么事啊？”他说：“这些孩子啊，有一件事都像以撒一样，他的口啊，随便出口就出口成章啊，就是神的话。”哎，我说：“对对对对对，这个的确是，什么意思啊？”以撒就是这样啊，他随便出口就成为了神的话，因为他是这个生长在亚伯拉罕的家中，一个信主蒙恩的家里面，从小就跟随主的环境中长大，他对主的话太熟悉了，哎呀，一讲就成了祝福，一讲就成了圣经的话，你知道吗？哎，这个照理说很好啊。呀，这个以撒战惊恐惧，因为啊，已经为了雅各祝福，雅各将来也必蒙福，雅各将来啊，他的弟兄也要为他下拜，多国的民要这个对侍奉他跪拜他。哎呀，那祝福错了怎么处理呀、啊？以撒一听，放声痛哭啊，说：“哎呀，我父啊，你求你也为我祝福吧。”哎呦，以撒说话的，他说：“你兄弟啊，已经用诡计把你的福分夺走了。”这个以扫说什么？他不就是这个雅各吗？就是那个抓夺者吗？岂不正对吗？他这个啊，欺骗我两次，以前呢、啊、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现在又要夺我的名分呐、啊。哎呀，以扫说：“你难道就没有给为我留下一些可祝福的吗？”以扫回答说：“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兄弟都给他做仆人，并且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啊，我现在还可以给你说啥吗？”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奇怪的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再祝福一遍不行吗？哎，不行。哎，为什么不行呢？有几个原因啊，老师常常思考啊，第一个什么原因啊？就是说这个神的话出了就不会返回啊，这个是第一个。当然，神的话坚定在天是不可能的。但第二个比较大的原因，我认为啊是生命的供应不足。哎，你知道哈、啊，如果我有很多。我给了你，我还可以给别人，听得懂吗？我给了你，我还可以给别人，因为我很丰富。但是有一些人啊，他不够，他就这么多，他给了谁就没有别的，听得懂吗？哎，有没有时候啊，这个比如说老师啊，叫你在什么时候啊为主说话？好多的弟兄姊妹都说：“哎呦，主，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这个不会说，我做口笨舌。”啊，或者是好不容易讲了一些，再叫你再多讲一点，讲不出来了，为什么？这个是里面没有太多神的丰富才会这样子，我只能讲这些，我其他的讲不出来，对不对？你们现在看看哈，只要在这边啊训练的好长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啊，你就慢慢听，他们就不是那样子哦。我们当中这个G12的时候，他都不是这样子，他是很丰富的。哦，这个噼里啪啦讲出去，弟兄姊妹的人家一听，哇，他们是哪来的啊？他们不是怀疑你们，而是觉得你们太厉害了。你知道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根本没有这样的操练，他是带着耳朵去教会，那耳朵还不好好听。有时候在明明在主日聚会啊，手中还划着个那个手机嘞，就是他根本心不在那边嘛。所以他怎么可能有足够丰富的生命度量能够分赐生命给人呢？听得懂吗？绝大多数的问题是因为我就这么多，我只能给这么多，而不是像耶稣基督那样，我可以这样的分赐，我可以那样分赐，我可以无限量的供应。这个才是真的问题。
哎呀，那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福的吗？你看你只有一样可祝福的吗？我父啊，求你也给我祝福吧，放生而哭啊，都四五十岁了。他的父亲一大说，那这样吧，我给你一点点小小的祝福，只是这一点呢、啊。桌上的渣子，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也必为你所得。但呢，你必依靠着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弟兄。哎呦，这句话听得特别不爽。等到你强盛的时候，他也必从你的颈项上，你呢也必从你颈项上睁开他的轭。It will be happen when you will break loose, that you should shake this yoke from off your neck. 他说啊。那个什么时候啊你挣脱他呢，就是等到你强盛的时候你才有机会挣脱。哎呀，这话讲的他这几乎就是啥都没有的意思啦。哦，他是生气啊，能不生气吗？换成你不生气吗？我估计每一个人都很容易生气，对不对？尤其这个全身长毛的。什么叫全身长毛？天然的人呢、啊？哎呦，这个以扫啊，这个因着他父亲给雅各的祝福，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我爸这个洛瑟哪一天死了，我就把我的兄弟杀了。但他父亲呢、啊，就是偏偏活得特久。从那100岁啊，一直到现在，到最末了80年之间呢、啊，都没走。所以啊，也没得杀雅各。有人呢、啊，就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就赶快告诉那个利百加谁啊？啊，他仆人吧，啊，他就打发。可能啊，他虽然前面讲是心里说的，那个有时候哈、哦，那个嘴里面呢，就不小心就露出来了。那么他打发人叫他小儿子雅各来，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啊，报仇雪恨呐 啊！我儿啊，你要听我的话，你赶快起来啊，赶快逃吧，逃吧，逃往那个哈兰我哥哥啊拉班那里去吧，同他住些日子，只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再回来呗。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掉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就打发人去把你呢从那边带回来。哎呀，为什么一日要把你们两个人都上去了呢？啊，都是我的儿子啊！利百加对这个以撒就说：“啊，他就想了一招，我因着这两个这个赫人的女这个女子啊 ，the daughters of Het。”我实在啊，连性命都厌倦呐、啊，我都不想活了。倘若那个雅各也娶了赫人的女子为妻的话，像这一般呢、啊，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他就叫这个雅各啊，让叫以撒叫让雅各来给他祝福，就叮嘱他，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呀、啊，你赶快起身到巴旦亚兰去吧，到你外祖啊比土利的家里。从你的母舅拉班的女儿之中啊，娶一个女子为妻。哎，这个字是已经讲了，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就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所寄居之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耶以撒就把雅各打发掉了。来。我们想啊，讲到这边，大概今天啊，我们停到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啊、真的，你有没有发现啊？老是讲这个创世纪啊，很多可讲嘛。为什么？都是生命的经历啊，都是我们所经历过的事，印证又印证。你必须好、啊、这样子读经，这个圣经啊，要成为你自己真实生命所有的东西。也就是说你进到这个圣经的里面，活在那个当下，你就把你自己想成了、啊、基督在你里面，你是啊从着基督而活的啊，基督在每个历史历代他有一些表号意象或者是预表，
预表以撒预表基督的哪一方面，以撒这个孩子呢预表基督的哪一个方面啊，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无论是什么，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体上啊如今也照常显大，好吧。好了，弟兄姊妹啊，老师今天抱歉啊，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睡得怎么那么沉呢 你们没打电话给我真起不来。不是故意的哦，真的不是故意的。来，弟兄姊妹，我把时间交给你们，我看看啊，哦，新宇有来啊，文馨有来啊，小霞啊，启程，哎，语音来，你交通你看看，语音，你交通看看试试看，好，郭玉你听得到吗？哎，是不是我声音出不到啊？哎，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吗？老师，喂，听得到。哦，听得到啊，月影听得到吗？哎，郭月影，你听得到吗？那就新宇吧。新宇听得到吗？方便讲话吗？哦，新宇晚上好像不太方便讲啊。哦，不太方便。哎，方便了，哎呀，太好了，对对对，哎呀，老师讲给你们了，是啊是啊，感谢主，然后女儿她睡觉了，然后我就，其实那个星期五的时候也很想分享，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刚好星期五呢，我哄我女儿睡觉的时候读的经文呢，就是老师当天晚上分享那个仆人的，哦，仆人的经文，然后今天也是，今天我读的也是。也是你在说的这段经文，然后就还念给我女儿听，所以哎，我真的觉得在越来越能理解，就是那句话，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平安。然后包括这周那个在线上听金牧师讲到嘛，然后也是有感受很深，我觉得哎呀，人的生命啊就是这种。跟那个以色列人一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然后也是常常的悖逆，但是就很感恩。我觉得只要一回到神里面，一回到主里面，然后你就是会有那种平安和喜乐，除开啊就没有。真的，在大事小事都是这样，不管说是你出门，还是你吃饭，还是你睡觉，就是任何的事情。都是两个，就只要你就是在这种世界当中，然后就会变得非常的属肉体，而且会有很多的那些不好的情绪等等都会跑出来，你怎么去控制自己都不见得有效果，而且往往是越控制越压抑，等爆发的时候越糟糕。但是只要是在主里面，那种平安喜乐和那种滋味的确是没有什么能替代的，就非常的感恩。然后林老师，你不管在任何的这种环境中，你都能坚持这样给我们上课，也是真的很感恩，然后也很喜乐吧。我觉得就这种弟兄姊妹的这种感情，会让我越发的一年一年下来越发的感到珍贵，真的就是。如果不想到这些，就会有一些苦读啊，会有一些那种好像灰心丧气。但是只要一想到，就是有耶稣的爱，有弟兄姊妹的爱，有老师有牧者的爱，那我就会觉得充满力量。但是你今天再说到，有一点也会让我很扎心啊，就是说自己的太少，也像。感觉以前从来没觉得自己会像姨嫂，然后今天听你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就像那个姨嫂啊，然后一直在那边不去反省自己的问题，然后到了那种光景下还会只会去求，哎呀你还有没有什么再给我啊，然后怎么怎么样，而不是说先去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那只是因为生命真的是太小了，然后也一直在求，所以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去
会给予的人，就算有也常常是可能是更多的是来自于肉体的一些东西去做的，驱使自己去做的，而不完全是来自于灵里面的这种感动也好，或者这种真真正正的像这个活水一样的涌出来然后去给到周遭的人，都不是，更多时候都是来自于那种面子虚荣，或者还是这种属世的一些东西，然后才愿意去给予。所以也是就希望，就觉得这条路又就是怎么说，就觉得又有滋味又很长，然后就反正就挺有感受的吧。我就分享这些，那我就交给昌梅姐或金牧师。交给金牧师吧，因为我是觉得时间太晚，太晚了。郭莹，郭莹那个没有回应，然后他在群里发了语，就是打字了，他要上课了。哦，他要上课了是吧？那行，我刚还看到了啊，行，那个昌梅，你跟那个郭莹是沟通一下，然后叫他祷告祷告，看看他有没有那个感动分享三月份。好的，好吗？那我的心意就是想栽培这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好，今天时间太晚了啊，马上就12点钟了。然后我再归纳，就时间就觉得太晚了。我心里还是想让他说一点点。我们就是说那个一到四节是以撒计划要给以扫祝福，然后呢5到17节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下一次要讲那个人物故事嘛，是不是讲人物故事，所以我这里在这些对这些人物故事有一点点的分舍。那个利百加是替雅各计划骗取了以撒的祝福，各自一定要很清楚那些人物的那个内容。雅各照计划取得以撒的祝福是18到29节，然后30节到40节是以扫痛哭贤德父亲次等的祝福，有点埋怨了以扫那个怀怨计划要杀这是计划，就是因为恨嘛，怀怨就怀恨计划呢，因着怀恨然后要杀雅各。41节里面42至46利百加计划救雅各的性命。有一节那个经文我刚才听老师一直在讲45节的最后一句利百加所说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好小心哦。他说你哥哥等你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就最后一句，为什么一日上你们二人呢？其实利百加讲这句话非常有属灵有背后的故事，就这句话，为什么一日上你们二人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以扫根本就没有上去，从利百加的心里以扫好像就是已死的人一样因为他娶了以东人，就是说也从预表中也是属实，就是利百加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但利百加是知道神有他的计划是在雅各的身上是雅各是神所喜欢的，是神所，但是他因着自己的志意想帮助神成就的事在雅各的身上，反而给雅各带来极大的麻烦所以他同时就感觉到好像两个都走了一样。其实
以扫根本就没有走啊，是不是依然还在那个与他父亲母亲在一起，但是从他母亲的内心以扫好像是不存在啊，所以他一心想帮助雅各，反而给雅各带来了伤害。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我们想做好事，想我也知道神的心意，跑在神的前面不见得就是好事，反而会带来麻烦，这更大的麻烦。所以说利百加说这句话非常非常有故事的啊，只是我今天我们时间实在是太晚了一点点啊，太晚了一点点。我相信明天晚上老师还会说一点啊，还会说一点的是我们再来分享那个灵异啊，我也会把这些灵异然后再听老师说一下。我们先来祷告，因为太晚了。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从这些人物故事中间使我们非常的警醒，为什么神也是在主啊最后一句啊马拉基书里面说，我恶以扫爱雅各为什么说这句话，主啊，让我们有很多的默想。我们真的是要得到神的心意，而是靠神来成就，但是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一个妈妈想帮助雅各，反而给雅各带来了极大的苦难。虽然神也许可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合乎中道，真的是我们要警醒。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向你感谢和赞美，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一个做母亲是何等的重要，给孩子带来怎么样的光景。主啊，一个智慧的母亲，主啊，一个父亲若没有看到属灵，也是何等的可怕。亲爱的主，我们真的说，从无论是从以撒，还是从以扫，还是从利百加、雅各四个人的人物中，都要我们学习的亮点，更有我们警戒的亮点。主要我们真的这个做父亲，从以撒身上，虽然他年轻到婚姻一直都是很顺服，主啊，但是他自己当父亲的时候没有属灵的眼睛，是依着外在的吃的缘故，也是害了两个孩子。亲爱的阿爸父，我们今天也是为人的孩子父母，我们今天要如何带领我们的孩子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主要我们的父母也给我们带来多少的影响，主也是让我们有很多的警戒，让我们更加知彼，更加靠着耶稣得胜。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无论是主要做父亲的角色，还是做母亲的角色，还是做孩子的角色，都应该有分辨的能力。主啊，从雅各的身上我们要看到，雅各也应该有自己的主见，而不是听从父母不对的方法。主啊，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欺骗。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有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让我们在这条属灵的生命中往前走的时候，主啊，真的是要主啊很小心，要有分辨的能力，要有主啊属灵的亮点，我们才能知彼更好的讨神的喜悦。爱我们的主，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错误的，主啊，我们都不是和神的心意去祷告，我们都是按自己的心意去祷告，都甚愿我们的主为我们所想的成就大事，并不是说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按照你的心意成就才是正确的祷告。阿爸父，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有更确的明白神你的心意，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更上一层楼。因为在今年的主啊，你也给了我们说，过去的一年，主啊，我们都在你丰满的恩典中间走过来，我们领受了主你却告诉我们说，今年而且要恩上加恩，因为我们每天得到你属灵的喂养，一定是会被你恩上加恩。
主啊，福善加福，圣灵，我们向你感谢，启示的灵帮助着我们走更主啊，哦，荣耀你的心意里面做事祷告，主啊，按照你的心意去祷告，按照你的心意去做事，才没有后遗症。亲爱的阿爸父，我们不要贪一时的贪婪，坏了主啊后来的祝福。主啊，我们要想到说这一座不合适，就是啊，主你是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余的都是出于魔鬼的。哎，我们的主，谢谢你教导我们，从各个人的人物中间使我们更加有智慧，抓住你的应许，直讨你的喜欢。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背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好，我们明天见啊。哎，明天好。好，嗯。感谢主，主耶稣爱大家。好，老师，哎，请说。